大家来看他持续的扫街。绿的万华正要老泪，立委林长佐的反罢免扫街直捣夜市。尽管林长佐挂的是无党籍，但套早的路口到晚上的扫街拜票都能看到民进党立委议员相伴的身影。反罢免小物最后关头出炉，林长佐选用温暖橘色跟林静怡的粉绿色，催出关键一票，走的是团结力量大。距离1月9号罢免的投票日只剩下了2个多礼拜而已，所以这几天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我们许多有党的好朋友一起站出来当我的分身，在地的议员一起帮我们宣传，光靠我一个人真的是没有办法。民进党中央尽管没有公开下保场动员令，但党内研判林长佐这一局能守下希望大增，就连外县市立委也愿意相挺。对，我是在地万华的小孩，我小学都在这边念书，如果他愿意我协助，他要求我一定帮。民进党内选区内外相挺，更显得罢免方由中小平发起，但国民党内支持力道的三三两两，没有强力整合者，越接近1月9号，罢免的力道跟号召力明显不足。所以有很多他们过去举出来的这一些罢免的理由，都已经被他们自己党内的从政的同志给这个证实是不存在的话。那我觉得罢免团体里面罢免方的里面的成员怎么样改组，或是有什么不一样的意见，那个其实不是我们会想要去关注的。国民党各山头观望，反让林长佐这一挑战撑过罢免投票的可能性大增。三立新闻由焦伟全、焦伟杰报道。好，这就